一代的歌手，那么马上呢，他也会在此为大家带来非常动人悦耳的歌声。那么当然也要再一次的邀请所有的好朋友们，可以一起来到我们的服务台当中。在今天我们的舞台除了带给大家不间断的演出之外，那同时也欢迎大家如果没有在现场可以收看我们的线上特别节目。那么今天晚上呢也会有我们的非常好看的这个线上节目带大家用不同的路线一起来闪灯去了。那么接下来就要请大家借给我你们的双手，让我们一起用最热情的掌声跟欢呼声欢迎梁文音，掌声欢迎。Hello， 大家好。那来听一首歌《三个愿望》，希望大家2022年梦想都可以成真。我相信那雨也抵挡不了你们的热情，再给我一次。
2022台北灯节该有的尖叫声，好不好？一、二、三，非常好，给自己掌声。好，今天很开心在这里见到大家，然后，我现在也其实很把握着机会，唱一些过去自己的一些作品，专辑里面的歌，因为我即将要发新专辑了。昨天其实是很煎熬的一天，因为我觉得我应该是自己说啦，遇到我人生当中最难唱的一首歌，所以我昨天在录音室到非常晚。所以今天出来虽然是工作，但是我是一个很开心、很期待的心情。那很希望我的新专辑很快可以跟大家见面，因为现在大家很多时候都待在家里，希望赶快有，当然是很好听的歌可以陪伴大家。接下来呢是一支组曲 ，Hello。